钱，对不对？里面有刮刮快吸收，吸收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哦，哦，啊，蛮行。每一代都一样吗？蛮行，蛮行，刮包税包了。哦，我的六千金，开我的六零金。来，注意了，注意了，第一题哦。很难哦，很难哦，很难哦，哎，这个拿不太习惯。阿贵公，这个有乌乌嘞，乌乌嘞，刚好说调开了。第一题很难哦，很难哦，很难哦。第一题很难哦，很难哦。第一题很难哦，很难哦。第一题很难哦，很难哦。喂，这个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那个比较小。哎，差不多的感觉，这个还有 echo， 请问。全台湾弹那一次好没有没有，他可以进，他把一口关掉掉。台湾，他进一口。请问，很难哦。全台湾最好的，哦，你听啊。全台湾最好的安养中心是哪一家？选择题，不要说给大家没有机会。一，长恩；二，短恩；三。中恩，四小恩恩，手放下，手放下，噔噔噔噔，第一包要给100是给500，500，100，先100了，先100，这个刚才100好了，请手数到三哦，手举着不算，好不好？数到三，一。二三点的时候，我们会带更多的红包过来。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一二，这几个附件你来看，一二三，上手线选择题，啊，小恩哦，长恩送，掌声鼓励。第二题。我发哥，红啦！很难哦，很难哦。站在前面这位主持人，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用去讲，我是秦伟，这个太简单了。秦伟先生，身高多高？180。手放下，我们尽量以椅子坐着的这几位回答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选择题怕人家不知道哦。走，选择题一。180，二，175，三，185，四，反正就是超过180。手放下哦，一二三，好，这麦克风弄不长哈、哦。好，这边都没看到哈、哦。哦，阿妈，那我站起来，卡麻啦，我都，我都卡麻嘞。阿妈，身高多高？175。啊，你拔掉了，一千八，阿妈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不用讲我身高多高，你只要讲我的名字就好了，关外名的我化工，外名跟三名，金伟，你讲唔叫阿妈叫金子嘞，金子搞你上去嘞，拍照留念去嘞。啊，又不要掉了。哎哦，不重要了，我们继续要迎接我们日本去。那我们相关的义工朋友哈、哦，等一下都有空的话，每位叔叔伯伯都陪伴他们，好不好？我们是第七段哦，现在到第三段而已。好。